后来就教好朱春龙。中山啊，今日就惊现有只鸵鸟喺马路上狂奔、啊。网上嘅视频显示，一只比私家车仲高大嘅鸵鸟喺马路上高速奔驰，仲快过啲车，经过嘅司机都纷纷啊避开佢。另一段视频就显示呢只鸵鸟啊跑上条大桥，原来佢跑咗上啊中山港大桥啊，影响咗交通。好在又冇发生交通意外，咁啊鸵鸟喺穿越咗两个镇区之后都跑得好远，最终被交警啊围咗喺个工厂区里面，五花大绑啦。中山市交警支队表示，只鸵鸟系从一间农庄啊偷走出嚟，已经将佢交翻俾主人带翻个农场。只鸵鸟偷走出嚟，唔知系咪怕俾人劏，定系当呢度系非洲？呢度系中山嚟噶，鸵鸟哥。嗱，鸵鸟系世界上最大嘅一种鸟类，雄鸟可以高达啦2.5米，相信呢只可能系雄鸟啦。最大体重可以达到155公斤，300几磅噶吓。鸵鸟唔识飞嘅，但系好叻跑，时速啦可以高达65公里噶，相当厉害，仲快过架车。咁啊，鸵鸟肉可以食嘅，外观啊同口感类似啦，嗰啲牛肉啊。而鸵鸟皮亦可以用嚟做皮革制品，所以啊，内地啊、中山一带咧都好中意养鸵鸟啊嘛。啊，真系用嚟劏嘅，所以佢走得啱。好，呢一集睇到先，如果大家想支持我，扫片尾截图二维码，多谢大家支持，下集见，拜。